我叫豆包，今年7岁。我喜欢躺着，躺着，躺着。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，活着没有未来。是的，我有点抑郁了。主人每天会推我出去散步，婴儿车不大不小，刚刚好。怎么回事儿？我不能决定行走的方向，但我依旧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路。这个婆娘不是每天都健身吗？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？快快快！我的坚持总是会遇到挫折，还是躺着吧，躺平没有挫折，躺平不论成败。我叫豆包，今年7岁。我喜欢躺着，躺着。躺着。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，活着没有未来。是的，我有点抑郁了。主人每天会推我出去散步，婴儿车不大不小，刚刚好。
么回事儿？我不能决定行走的方向，但我依旧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路。这个婆娘不是每天都健身吗？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？我的坚持总是会遇到挫折，还是躺着吧。躺平没有挫折，躺平，不论成败。